不仅宅男爱少女时代勇闯日本，在当地三场演出吸引了22000名歌迷，当中80%是女生。第一次进军日本，少女时代很努力用日文跟大家问好。年纪最小的徐玄频频讲错，让现场笑声不断。不过也显露出他们紧张的心情。少女时代一连带来多首歌曲，让他们第一次进军日本就创下空前的成功，也对接下来的发展更具信心。也是王以倩整理报道。